新掌柜。新掌柜。嗯，哦哦。哎，お客さん、調査へようこそ。油断せずに行こう。はい。大家说说看，他都配过哪些人？灌篮高手当中是谁？三井寿。死神当中是谁？朽木白哉。还有网球王子呢？手冢国光。是的。哇，厉害厉害，哇，这么多。哇，哎，哇，我们首先来听听他的这个原因好不好？哎，好了。バスケしたいです。バスケが。これ以上私に構うな。出なければ今度はドクターから軽く振る程度なら問題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る。好，来了，我们现场版呢，来了。安西先生，バスケが、バスケがしたいです。我的，来，我们为了证明他配的有多好，我们接下来有请浩二配音。来了，来，浩二版。这个说，安西先生，バスケットやりたいで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哇哇，浩二，你是在表演？你吃了什么不舒服的东西？又是这样。觉得他配的怎么样？妈妈ですね。妈妈，妈妈就是孩子。妈妈，你刚才配完之后，搜搜，浩二没了。浩二配完之后啊，我是想往他身上扔钱。对呀，对呀，配了好多钱啊。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嗯，既然现场有这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他，我们不如让他用他这种非常迷人的声音，嗯，对现场的一个女孩子说一句，比如说什么，爱してる。爱してる，爱してる，嫁给我吧！我爱你啊！我爱你，爱してる，結婚ください。我们选一个，刚才就是跳的最疯的、系着围巾的那个，好不好？就你，好不好？我看他样子，绝对是一个疯狂的一个 fans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有没有男朋友？不是啊，还没有，现在都没有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不是韩哥，他是上来说这个小时没有，这个小时有也没有啊，好了，来了。我们后面要顶他一下，我怕你承受不住。何可能声や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か？应该用哪个角色的声音？对，你想听哪个角色的？手塚。好，来面对面，我们顶着你，别倒了啊！我名前は。カヨ。カヨ。哎哎哎！カヨ。